这个这样子盖起来。OK。所以这个是你们这里的元宵节的时候拜的，要去拜那个老爷，那个上帝庙。哦。上帝庙。哦。他们是七副的。七副的。比较轻啊，哦，不是的啦，不是全，全部都是糖。哦，所以说那时候你们做的时候，你们的动作都要很快哦。不用，不用啊，因为你所以它打开来的时候，那个它是整个糖丝躺在那边。如果糖浆倒进去了，不是？嗯。等它冷却了，再把中间那些。未冷却的倒出来，它变成空的了。对，它就变成是一个空心的丝了。空心的，对。然后把它，然后你再把它拿下来，再把它翻出来。所以它就在。然后放它，等它冷了。它冷就会硬。到它。它冷，它硬，大概前后要多少长时间？要等它去冷，我们就放在隔天了。哦，放到隔天去了。有时两三天才把它装封起来，拿去冰箱那边。哦。他们要不要放那边？哦。